23 was down yesterday. No, not finished. Half of the way. Okay. It was it asked yesterday or you're asking? I don't understand. Oh, okay. So you want to start with that? So, Sarah, you are gonna speak the question, right? Okay. Ready? We are ready, Master. So there's a question from Korea from last night. What color black? Black? Sorry, my bad.这个我们呢重新看一下这些重要的原理。首先呢，宣化上人教导我们这个亚洲的智慧。当我说亚洲呢，是大乘，说的是大乘的智慧。西方呢？亚洲人强调孝，那么孝呢是，人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一个道德。首先呢，要对父母孝。昨天晚上呢，我们讲到。那么我们呢，要教孩子孝，就是通过自己对自己的父母做孝，来教孩子孝，这是亚洲人的智慧。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是不确定为什么那么重要，只是呢，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么当你。得到更大的智慧，懂得更多的时候，那么孝在这里呢？你看这个孝，你看佛的孝，佛是孝的，他那个孝，佛的孝呢，是最棒的。在佛教呢，我们说是最终极的孝呢，是出家。佛呢走了，佛呢又做得更远，他转世出家，教了他的父母，帮助他的父母开悟，这是终极的。他的父母和，阿姨和其他的皇族都有很高的成就，他们呢有很高的世间的地位，
但是呢，他们又走得更远。那么，他作为国王，帮助他们呢，正得正悟。他的阿姨呢，正得四果阿罗汉，是比第一比丘尼。爸爸呢，也正得四果阿罗汉。他们都是开悟的。那么这呢，就是孝。我们说呢，照顾你的父母，最终极的是呢，帮助父母出离轮回。那么呢，出家呢，如佛所显现的，这是最棒的帮助家人出离的方法之一。不单单是你自己的父母，也呢包括一切人的父母。不单单是人，也包括阿猫阿狗、鬼、魔鬼。你想到的都有，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呢？这是终极的孝呢，就是出家，这是一个理想。你们出家人应该知道，应该自豪，你们是佛教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修孝，对父母孝。我的老师带到这个国家，我们要感恩，这是一个重要的礼物。那么西方人，特别是末法时代，我们西方人更重要的要注重孝。那他没有说到的是呢，我们有在你们这一代。对于照顾父母，这个你们不大有可能可以帮助他们开悟，像佛那样做。我的师父也没有帮到他的父母开悟，因为父母没有修行。通常要你开悟的话，你要开悟的话需要修行。那么他的父母没有修行。那么现在呢，他的父母就在净土。那么末法时代呢，当父母不修行的时候，你帮助你修孝呢，就是呢把他们带到净土去。亚洲人呢比西方人懂得多。那么现在我们西方人呢？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父母，帮助你们的父母去，有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的父母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你们要记得，如果你的父母修行要开悟，那就最好了。如果否之呢，不单单是你。那么出家人呢，也应该呢，帮助父母呢去净土。那么下一个呢是 T，昨天呢有一个有关 T 的问题。T 呢是尊敬呢比你年长的人，那么呢给大家呢有那个长幼有序，那么魔鬼所做的事呢，他们造成混乱。所以呢，我们应当尊重长辈，尊重前辈。那么这个是 T，
我们这里说的是尊重，尊重我们前辈。并不讲对错的，我们在末法时代，大家非常的坚持对错。这里的价值，师父想教我们的是尊重，并不是对错。你要记得，对错一点都不重要。三点钟。那我想呢，我们昨天讲了以后，昨晚呢讲钟，我再往回看，故事佛菩萨的活生生的故事，你知道释迦牟尼，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很多事都是国王、鹿王、猴王、象王，他是皇帝，各种众生的皇帝王，他的追随众弟子，他忠实的弟子也与他一起。他们是他的将军，是他的国师、护卫之类，这些有名的舍利弗、目犍连、阿难，一直呢，世世都跟佛，释迦牟尼佛做皇帝，是舍利弗呢。有一世释迦牟尼佛是乌鸦王，那个舍利弗就是他的大将军，他的护卫。那一生呢，国王非常喜欢他的，要不就是皇后，要不就是嫔妃。他的太太喜欢想要吃人间国王的食物，那太太就跟乌鸦王说，如果我不能吃那个皇帝吃的那个鱼，我就要死了。我有这个欲望要吃那个国王的人间国王。然后呢，他就爬到床上去呢，不跟国王说话，那国王呢就心碎了。那么舍利弗呢，做国王的护卫说：“我王为什么这么伤心？”那么皇帝说呢：“我的女人想要死，不在乎我了，所以呢，我也不想活了。”你看那个乌鸦王呢，是自己很弱的。你要问我呢，是那么的弱。那么舍利弗有没有如是讲呢？会说，哎，你是什么样的皇帝呀？你亲女人的脚，然后你要满足女人的欲望。但是舍利弗说，哎，你不用担心。我确保你的女人呢有她要的鱼吃，那个，所以呢，那个将军呢就飞到人间的那个和他的眷属呢跑到国王的宫殿里面去，那个。厨房，等那个鱼煮好。那么长话短说，他呢有很多的麻烦，才
去想要试着去偷那个鱼，抓就被抓到。那舍利弗呢，作为护卫呢，牺牲自己。那么，其他的眷属可以偷到这个鱼，飞回去呢，把鱼供养给那个乌鸦太太。所以舍利弗呢，牺牲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皇帝开心。你看，这就是中。那么在旧时呢，是你对皇帝的这个，你对皇帝的忠呢，是不容置疑的，并不是所有的乌鸦都忠于乌鸦王，但是舍利弗忠于乌鸦王，并不是。所有的鹿都忠于鹿王，但是他的太太以后呢是耶稣达拉，对鹿王忠，他们生生世世展现他们对国王的这个忠诚。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是不逻辑了。那个皇帝很弱啊，不是，他们呢对他们的皇帝是忠诚，之后呢，佛成佛的时候就带他们往上，向上，帮他们。帮助他们开悟。所以，不管你是在亚洲，或者是罗马，那么有一个特质叫忠，是被人钦佩的。现代。大家喜欢这个性感的明星穿那个泳衣，已经呢不再，或者呢崇拜人家赚很多钱做股票，不再崇拜这个钟了，已经不再提倡钟，不再提倡孝。不再提倡 T，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失去我们的理想，失去我们的态度，这是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呢，别人问我们。你救了多少人？你帮了多少人？这是我们师父做的，对我来说更重要。帮了多少人？帮助呢？我们教我们孝，不管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外甥，不一定呢，是你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是别人的孩子。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如果这样的话呢，这是无法丈量的。
但是呢，令我们做只做够格的人呢，就是终，并不是输赢，而是要忠，要尊重。对我们所欠的人，为什么过去对皇帝忠？给我们利益，给我们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的土地，可以把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财物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欠这个国王我们的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孩子们的未来，都是欠国王的。因此。那么，即使在西方的，你即使在西方的价值观，你也要对皇帝呢忠诚。也许呢，已经没有皇帝了。现在呢，现代我们不一定有皇帝，我们有总统。让我来问你，我们要不要对总统忠？这是一个有。这是不要给我不好的答案。我为什么要对我不忠的人忠？不为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国家不忠的人忠？为什么？现代人。你是皇帝，那么即使在过去呢，也不是所有人呢都是忠于皇帝，这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优越的人，优越的，他们生生世世，他们都是忠于皇帝。那么很幸运呢，他们忠于一个叫做释迦牟尼佛的皇帝，最终呢成了释迦牟尼佛。所以忠呢，并不一定永远呢，对你有利。但是你要忠，这就是道德。现代，我们21世纪，我为什么要对不在乎我的人忠？我相信，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别人不对我们忠诚，我们要负责，我们还是要忠。我们呢，只是要对自己负责。我说我自己忠就好了，对自己忠，不是总是忠，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对我来说，就这样。对你来说是正确的事情，即使那个人不坏，你还是要忠。这是他所说，那他听不懂。你有问题吗？他说呢，他要对神忠。我们知道你要说的。不要试图转我们，我也要那么说。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国家要忠，对我们的邻居要忠，即使他们不对我们忠。这个国家呢，给了我们很多，其他国家呢，不能给。即使这个病毒疫苗呢，比其他国家给的快，所以我们需要回馈呢，这个忠，帮助他人。做我们能做的来帮助这个国家。那如果我总结一下你刚才所说的，你终是为了对你所得到的这个所得到的来感恩，有人对你好，做了很多事，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总统。总统也许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这个系统的代表人。他管理整个系统，他犯错，他做坏事，但是整个系统，你还是有其他的统治者，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包括总统在内呢。他剩下的很多人呢，他们都一起呢做了很多的好事，所以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呢，需要忠，是你所说的是。那他的问题还是呢，为什么我要对一个不好的人要忠呢？我讲的对吗？你并不是对这个人忠，你对那个办公室忠。那个职位中，对国家中，而不是某一个人，很好。这是大家典型的这个。他说呢，我不一定对你忠，但是呢，你做的这个职位中。让我给你一些细节，过去，现在我不大懂了，现在，我所讲的一切呢，我也不知道，你们呢要自己去考量。那么过去的时候，如果你对皇帝忠。你应该制止皇帝做坏事，你要给皇帝他不要听的这个意见，你要准备好，随时呢，放弃你的生命，这就是忠。你这样子做，为了让皇帝照顾好国家，照顾好人，同样的理由。你并不只是对皇帝忠，而是你对皇帝、对朝廷忠。他们照顾国家、照顾子民，没有改变。所以你要把个人和那个朝廷这分开。有的人现在呢讲忠，是讲忠于个人。这还蛮自私的。对我来说，跟佛教比呢，我要忠于教堂，
对我来说，忠于教堂就是忠于神，所以我要尊重那么多年教堂给我的利益。它改变了我和我父母的生活，我觉得我需要，对教堂中，对，那没有错，你就好像是那个乌鸦将军对乌鸦王中，没错，我们正好呢跟佛对佛中也是一样的概念，我们只是呢更进化，我们的进化呢比你更强而已，比你更进步。天主教堂的神呢，是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教堂？你为什么把教堂跟神联系在一起？你到底是忠于教堂还是忠于神？其他的宗教也有神，同样的神。人身攻击，你不需要回答那个问题。我们讲的一样，那个乌鸦王，这是没有问题的。对我们来说，我的理解，那个佛和菩萨的，这个故事中呢，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要跟你们所说的，不管你对阿拉或者神中、国王中，那么对神中呢，比对国王中好，所以呢，他比我们大家呢选的都好，大部分人，很多人呢，只是对。我们现在这里讲神是大人物。The internet dropped. Internet dropped. I have no internet. No, everything's dropped. No internet. Hotspot is not going to be strong enough. 这是很重要的大乘的概念。We are recording, yes. Continue. 我们继续讲。I 昨天晚上是迷信，现在我们讲真的，大乘的孝悌忠信。对，
Yeah, cannot do. Hot spot is not going to be strong enough to pull this. Yeah, I can give you that, but it's done. I need it up to give it to you. Everything need internet. It is, yeah.好，我们要不要打坐？好，我们继续，不要担心其他的，我们继续。这是 Jumi 的问题。我反观我的问题，没有终。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忏悔。那我怎么样可以培养终？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终的人，我自己也不是。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因为如果你只想自己，我，就不需要对任何人忠，对不对？只是讲我，那为什么要忠呢？你忠是因为，这是从感恩来的。如果你觉得你的丈夫要给家里提供，如果丈夫，你要更注意你所得到的，而不是想你可以得到什么？所以，你教孩子那一点，你教孩子中，要跟他们解释，你要感恩，对这个人要感恩，因为他或者他们牺牲给了你这个。你的妈妈，怀孕9个月，在她身中带。的怀孕带你带了9个月，你应当要忠，要感恩你的妈妈。如果你看外面，就更容易忠。你就意识到他人的牺牲，为了要供养你，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那么不忠的人呢？他什么都不在乎，都不够。这是一个很
你不在乎他人。所以呢，你要观察，要更感恩，要注意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事。他说呢，这个我的孩子好美，神给我的，知道吗？现在呢，他们就对神忠。这也可以，如果你觉得好，不管呢，你觉得你对什么感恩，可以让你更忠，可以令你更忠，你都可以这么去做，没错。你呢，慢慢的，那个将军跟对那个乌鸦王，乌鸦将军对乌鸦王忠。这个钟呢，是佛教很重要的。你需要做，你不能在生活当中只在乎这个物质上的进账，你自己的舒适，你自己的嘛。哦，it's back。那么他人看你，我们在大乘，并不是你所想的。我担心呢是圣贤怎么想我，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证得这个他们的尊重。他们证明，他们承认孝悌忠信，这是圣贤的话，带到我们这里，带到我们的国家，这是很棒的这个鉴察。我们需要从中获利。那么现在可惜的是，父母非常专注在这个物质上的进账，他们很怕损失。他们偏执，要得到更大的利益，忘记基本的事情，忘记如何做人。那么不论如何呢，这个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你孝，就会得到这个圣贤的尊重。如果你就是一个这个更优越的人，我们不管人数救了多少人，我们国家所发生的现在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呢，把欢乐和谐带给世界。中国人呢，只想着自己赚钱，他们不在乎别人，特别是在这个国家。那么，政治家只要筹钱，忙着呢这个选举，让自己重新被选上，
而不是做正确的事，这个提倡好的价值。那么我很感动，有的人说 Warren Buffett、Gates、Bezos 干嘛不要怕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的人来评判你，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这个国家宗教的组成，并不是总是呢帮助弱者、穷人，不够，你要有远见。我看到我师父的那一代，他没有什么大人物，没有大人物护持他，也没有百万富翁护持他、亿万富翁护持他，没有。只是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没有远见，没有智慧，所以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一点也没什么。你只是富有，有很多的钱，你没有智慧，那又有什么意义？你那里的钱只是你的福报。如果你真的有智慧，那么将来是将，那么为了这国家的将来，给这个给那个。首先呢，先要正确的赚，合理的赚钱。你不要做不对的事情赚钱，让自己变富有。那个 Buffett 给钱，我应该会拿下来，但是我要想一想，当你这个绝望的时候呢，你就会扭，就是会弯一弯。那如果这个钱是通过伤害人，比方说他投资可乐，可乐呢是，他是可乐的一个很大的投资人，这可乐毒，他通过毒别人呢，他赚钱，他是 Wells Fargo 最大的投资人。Wells Fargo 是一个大银行，买了很多他们的股份，因为他的名气呢，Wells Fargo 就成长，股东，那他们骗客户，真是可恶。如果你是大股东，你是不是有这个道德的这个基准，要确定你投资是不没有伤害到别人？如果我投资到你的公司，小公司我不在乎，但是如果我有10%那个可乐的股权或者一个银行，骗顾客，我有很多的股份，那这也是我的血，这太可恶了。这样的人，他说我在这里要，我现在是我要做个有道德的生意人，但是他赚钱呢，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赚钱，那个保险公司从来不输钱。又是一个骗人的局骗，他从你这里呢，拿钱来保护你，你一旦呢有什么意外，他就涨你的价，那他永远都不输钱。我宁可穷，
他这样子开始呢，这个他的生意，除非呢他给我几亿，我就会考虑再重新考虑一下。但是如果比那个比5亿少呢，我就一定要坚持说我的标价格比那个要高得多，我不能呢。你这个赚钱的方法小呢？我们都有我们的。我们的价格价码，这些人呢，他们赚钱，在世间赚钱没关系，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说，我最近所念到的，Scott McKenzie，Jeff Bezos 离婚的太太，他的那个生意是什么？McKenzie。是他的姓，他跟 Jeff Bezos 离婚，变成世上第四富有的女人。他做什么？他不说现在我是世上很重要的人，我是第四富有的女人，世上。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把财富都给出去。你把你的钱放在一个那个财宝箱，叫什么？你在家，你有一个那个铁箱，你锁起来，叫保险箱。他说，直到我的保险箱空为止。这是智慧。我真是好棒啊！一个女人有这样子智慧，而那些有为自己呢挣名声，让自己呢感觉好，但是这个女人说：“我有的一切，我要做好事，我要为世间做好事。”去年呢，给了5亿，给了2亿半。如果他给我5块钱，我也是觉得是个荣耀。5亿是 Warren Buffett。他觉得我们在社会可以做好事，他给5块就够，这是有智慧的人。你要？Two monitor, I cannot do two. 哦哦哦，hold on, I can. 什么都没看到，刚才的45分钟什么都看不到。
I'm adjusting.这个家里呢是天主教，丈夫去了天堂，他去那个葬礼呢，他就。Very difficult. I'm sorry. 她觉得，她去葬礼觉得很迷惑。她不经过他们的同意就为他们请了49天牌位。家里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要去天堂，不是要去净土。师傅可以。帮他们去天堂吗？我觉得我让他们更苦。他们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回答他，为什么？你不用担心，你做49天只是给他们一个选择。在佛教，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去任何地方，除非他们想去。如果没有49天，他们可能呢都没有机会可以去净土。所以呢，给他们这个选择。那个阎罗王会说呢，天堂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呢又有选择呢，可以去净土。你更喜欢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一点呢，要看这个，王者看他要去哪里，我们不能强迫他去净土，所以他不用担心。二点，如果王者想要去他国王的天堂，49天呢？他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去天堂，比没有49天呢更有机会去。我们可以把他送到那个特定的这个天堂，更准确更好，比那个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方法，更准确。他们不准，大部分时候呢，都搞错目的地。我的经历是呢，在我们这个情况，我们是更精确。那么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情况呢，他们。这个好的天主教，这个忠诚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呢，好人，他们过这个，他们过很好的、很善的生活，他们天福那么多呢，就会不小心超过那个天堂，超出他们要去的那个天堂，没有我们这样的这么准。所以我可以说呢，如果这个王者要去这个天主教的天堂，我们帮他呢更容易去，比没有我们帮他更容易去。这种情况下呢，剩下的情况
剩下的那个天赋呢，这个还是他的，但是呢，要等着以后，所以不用担心，不用觉得，你不用觉得内疚，是个好事。Brady 问，你最好的朋友偷，你的警察问你有没有偷，钟呢就说不偷。但是我们佛教徒说呢，这是不对的。你什么都不用说。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说什么，也许会伤害其他人，你什么都不用说。警察问你看了没？看到没？你说看到了。发生什么事？你说不能讲，因为会伤害到某人。我是佛教徒，我不要让某人受到伤害。宝山寺。新的问题，正念，观和正念的区别，请师父解释。是的，我不知道你们禅师呢来解释，我还要跟你们解释吗？什么是正念？什么是正念？每个人都教。什么是正念？你举手举到别人把话筒给你为止。什么是正念？正念一开始是对佛的教导要正念，那么现在呢，只是活在当下，看到你的环境。现代人非常执着外界，他们修正念的时候，所以呢，现在正念就是如此，这是我学到的。现在正念的概念是呢，心非常的分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成天的。空无念是不是正念？不是。念和观，念和观的区别。念佛的念和观，观。
的区别。念是中文，翻成呢是英文是 "to be mindful of"。念佛呢，你对佛呢要正念，这是一个，在佛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如先前的讲法，佛教我们正念，佛教我们呢，这个要注意这个呼吸。你追随佛的指示是可以开悟的。如果你吃饭有正念，要嚼25次，不能帮助你开悟。所以呢，这个是邪的正念。这些老师不懂，这个佛如何正念，这个如何呼吸正念，善慈悲这个正念，对那个不净正念，他们开始教不正确的事情了，所以现在正念呢，如我先前所说，很分散的。你对那个红色的玫瑰正念，对粉色的玫瑰正念，对鞋，对正念，对你的鞋子正念。你第一步正念，第二步正念，第三步正念。所以你的心都是散的。佛所教的正念，应该要把门带到一心，但是没有这样子解释。在小乘巴利，巴利经当中没解释。那么在大乘，我们不讲，不教正念，我们教禅，应该可以把你带到一心，而不是正念。所以我不教正念，但是当我们教念佛的时候，是一种正念，禅修。当你念佛的时候，你正念在那个佛号上，这是一个特殊状况。所以当你讲念的时候，讲那个正念这个法门，看你呢跟谁学。不一样的，如果是非佛教的老师，基本上呢都是错的。如果佛教的老师呢，你有大乘和小乘，所以底线是呢，你要小心，看谁教你。我提倡呢，你跟大乘这个有证明的老师学，避免呢，避免呢这个潜在的问题，是，那这就是念，正念。但是观呢是不同，观呢你是看，一直看一个事情，你观这个太阳，你除了太阳什么都不看。你观那个莲花，你看莲花，其他什么都不看。特别呢，过去几天我们教你们呢，这个看，观一个问题，你工作的时候有个问题，做作业，你看这个问题。这个车开都开不起来，你就看这个车开不起来。你只有这一个念，这叫做观。一个念，
如是做，你们大部分人都可以入定，找到方法。所以呢，是打坐的一个，也算是禅修。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可以做到，自然做到这一点。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做到，所以禅修对我们来说，如果你做这样子的强力的修行、强化训练，你就会有这个能力，更好的解决，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禅很实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有用。有没有其他的？那你怎么样？我教了另一个有钱人，教了另一个科学家。教了另一个天才，不是的。我们的影响对你们所有人的影响都是遍布遍满。不能通过人数来丈量，我们不看人数的。有没有其他？师傅有一次，几年前，我对错的人很忠，这个人最终让我做坏事。他们对我不忠，那我就倒了大霉。那个时候，人家跟我说：“你们，他不好，对你不好。”但是我对他太忠。那最后呢，我就把他甩了。他得到他的报应，我觉得呢，他活该，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你对正确的人中很重要，有没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就是评判一个人，也不是说我要评判。你对某人忠，至少就是不要伤害那个人。那个人给了你很多东西，有恩，所以你不会伤害他，这才叫做忠。这是至少底线，你不伤害这个人，因为你欠他。我的儿子，没有他就没有儿子，我欠他一个儿子。因此，我不会伤害他，不然呢，就是不感恩，我就不是一个好人，就不是一个够格的人，所以你不可以伤害那个人，这是底线。如果你帮某人做坏事，这是盲中。会发生的。舍利弗，
他做乌鸦的将军为皇帝去偷东西，这是错误的。所以呢，你不一样，你不是动物。你可以自己为自己想，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你觉得出于忠诚，你要帮助你的朋友，那帮助你的朋友，你会伤害他，那你真的忠吗？因为你伤害他，你一点都不忠。在那种情况下呢，忠的表现就不同了。忠呢，就是不跟他合作，来表现你的忠。那么过去呢，一个忠的这个官员会跟皇帝说：“请不要做这件事情，对国家不好，对人民不好。”国王说：“我不管，如果你敢做，就杀了你。”那官员说呢：“就杀了我，就杀了我。”要不呢，他就跑，但是呢，他不干。那个忠并不是说你是盲目的，并不是说对那个道德盲目，你帮助某人做不道德的事情，一点都不是忠，那是蠢。商云要跟师傅说：“谢谢师傅，他已经不再焦虑了。感谢师傅的回答，对那个49天不再焦虑了，所以他要感谢师傅。没事。师傅讲经。”慧命，他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讲法吗？韩国的翻译是个佛教的术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有，很高兴呢，他问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你们的生活，一点都没道理。你活着，好像中国人所说的，你出生，你好像是做梦。醉生梦死。就是说呢，我们的生活呢乱七八糟，出生呢迷惑的不行，因为罪。所以生生世世呢，就是这种状况。因为呢，我们迷惑。所以呢，佛菩萨有智慧。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智慧。是，他们会犯错。是，他们造罪。但是他们有方法可以恢复，所以呢，是有智慧的一生，生活有意义。活着呢没有意义，还自豪，我有钱有权有名，你有什么可以给我的？什么都没有，你这个失败者，你有这样的心态，大臣什么都没有可以给你的，你可以跟我十年、十二年，什么都舍不掉。因为你态度不好，你以为你很特别啊？你以为你可以选，你什么想要，什么不想要？你会选你要的，因为你蠢，没有智慧。我们给你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你开智慧。你蠢，你说我只做四十二手眼。我只选净土，我只选经，我这里同意我就做，我那里不同意我不做，因为你不同意才蠢。你就过这个愚蠢没有智慧的生活。再见。你搬呢？我在乎呢？有没有别人？我很平静。有人修行，别人摸，请师父，我需要。重复这个问题吗？你要发音准，我这里大家很多人很多各种音声音，请你呢我们修行人不能摸修行人，比方说有人呢拍那个那个摸那个臂骨的人，按摩这个手，拍人家的背，这只是出家人，不要碰出家人，你要避免碰出家人，除非有需要，不然那个出家人呢会堕。除非呢你不是，除非你要摔倒才可以，除非呢有人摔倒你就可以去扶一下，不然呢这个身体上的触摸是不建议的。越南人呢会这样子做，会觉得呢他们跟你近，他跑到你这里来抓你的手，你今天好吗？要吃中饭吗？这不可以，这个出家人不应该碰你。那么相反呢，你也不能去碰出家人。但是你们在家人，你们相互做什么事情呢？跟我没关系。对不起啊。这个指示不清晰。
他相信，即使在家人也是修行人，所以碰呢，拍这个背呢，师傅请，可以吗？请师傅再讲一下。我听不懂这个问题。他觉得是在家人，但是他修行，所以他应当是呢，别人不能碰的这个人的类型当中。我已经回答过了，这他要怎么做都可以。他可以跟人家，他可以让碰他的人说不要碰我。这是很清楚的一个信息，你们听着，我们要非常的感恩，宣化上人教我们这些没有时间限制的这些道德，是我们修行的基础。你那个智慧开得越多，你越是孝悌忠信呢，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鉴察，没有这样的提示。我们觉得呢，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学习呢，避免损失，要去追求利益，但是不再讲这些道德的准则。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如果你不孝，你会觉得有罪恶感。如果你不值得信任，你就会很孤单，没人把你当真，他们什么都不说。他们对着你微笑，但是他们一定不会把你当真。你讲的话，他们就说是是是。我在自己家庭当中，我也看到，他们呢相互撒谎，没人信他们，谁都不信谁。这个是非常感伤的。还有更多的道德准则。师父讲到道德，那个高官，他们可以换皇帝。从中的角度来说，可以这样子做吗？我只是好奇，那个推翻王位可以吗？各种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比我们所想到的呢，有更多。过去呢，推翻王位，自己做皇帝，最后呢，做了个好皇帝，有这样的故事。他们说呢，我们把坏皇帝杀掉是好事。
再来一个新的那个好皇帝。那个忠呢，有那么多的方面。我们呢，只是讲我们个人。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只是因为 intertemple，I don't know who。No, I didn't.No, master's computer is not on intertemple. This computer is on intertemple. And then furthermore, the reason it succeeded is that maybe that the current emperor owes this new emperor his life.你不要做不忠的人。有人不忠跟你没关系。有没有帮到你？并不是讲输赢，而是要做对的事情。做人呢，要做得对。那如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失去家庭，失去自己的生命，世间人也许会嘲笑你，说你蠢，蠢得不行，你还说你自己是佛教徒，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呢，那就这样了，因为是正确的事情，说这是佛教徒的事情。你不担心，你只能看到今生，只能看到这个获利失利。如果你的生命只是为自己谋利益，就会变成一个年老的，很累的，对自己很失望的，很苦的，这样一个人，没有钱可以让你快乐，没有人可以让你快乐，不然你有多少男人，不然你有多少女人都不能开心，因为你的心不对，心态不对，才不能开心。但是如果你的心有这个孝悌忠信这些，你有机会呢可以快乐，你有机会可以过有意义的生活。下一页。师父 Jumi 辟谷的时候，
我看到他受苦，我就捏了他的肩膀，我跟他说一切都会没事。后来有一个尼姑说我不应该碰他，我抱歉，我跟他道歉了。那现在呢，我再跟他道歉。没关系，你不用担心，大家都会犯错，我们都从中学。这是他做的，在美国是典型的。我们想让别人感到好过，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想让他们舒服。这是佛教修行的一部分，就是无畏布施是好事，但是你要学着呢，你要小心，因为这是个韩国公主，不一样的，她不是美国人，所以呢，你要灵活。你说，哎，韩国的，你可以吗？你好吗？我刚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也很吃惊，别人跑来碰我。我不是韩国公主，但是我是越南公子，越南王子，不准碰。所以呢，我很吃惊。美国人呢，太友好，但是这是美国的传统。所以美国人跟美国人呢就没事。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共和党，听到吗？他是共和党。不准碰他。他们碰我们，我们不碰他们。我们要么是共和，要么是民主。现在你知道呢，共和党就是这样。我们是多元化，大家背景不同，所以你要当心，要尊重人家的空间，不要踏入到人家的空间里面去。这是我们做的。我工作的时候。你要敲门再进去，你跟对方要有一个距离。如果呢，你不尊重呢，这就是一个权威的一个象征。有个新人跑到我的办公室，他过讲了一阵子话呢，把鞋脱下来，把脚踩在桌上呢，开始命令我。这是展现他的那个权力。这个办公室很大，他侵犯我的这个空间。那么大个办公室，要把脚放到我的桌子上来，我听懂了。我说好，你侵占我的地盘。第二天呢，我跑到他办公室去跟他讲话。讲了一会儿呢，我讲到他要帮我做的事，我要讲到他要我帮我做的事情时候呢，我把我的脚呢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我呢侵犯他的空间，我跟他说呢，
我才不怕你呢，我可以跟你对撞。你猜他说什么？他看着我的脸说：“我动都不动。”他看我的鞋，他说：“鞋不错。啊”我说 Ferragamo 300块钱很贵的，现在要1000块。他说鞋不错，我忘了跟你说了，这鞋很烂。在这个美国，你要注意这些，不要侵犯人家的空间。特别呢，如果他们是韩国公主的话。我相信呢，这个碰这个问题是宁动千江水，莫动道人心。这个动误解了，是动道人心，而不是这个碰一个人。我不同意。这个人呢，讲理论，你要懂啊。这个碰，当你痛的时候，这个碰，你非常烦恼的时候，别人真的在乎你，碰你，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么，但是在这个情况呢，公主说我是公主，你谁呀？不敢碰我。他这样的价值观，懂吗？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呢，天生就这样，一生呢都是这样被对待的，所以这不幸。但是呢，这其实是在这个国家呢，特别是在美国，特别是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当你有很严重的这个痛，在你受苦的时候，有人说呢，我在乎你，这是很有帮助的，其实。这是一种呢，无微不至。这并不是一个，你呢要做，你呢要给自己人这样子可以做，不要对其他种的人做，所以你要敏感一点，不可以批判他人。贤恩，懂吗？你不能说你跟我不同。你要接受他们所有的人，要尊重。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敏感，对别人私人空间要敏感。别的呢？我们今天讲了什么了？讲了1个半小时，快讲了2个小时了。讲什么都忘了。我们要讲的今天还没讲到，礼义廉耻还没讲到，要等明天讲吗？还是今天继续？我累了。你们真的一点都不敏感。今晚上很热，有没有别人？有没有更好的想法？有人说不要讲了，哎，感谢主。我开玩笑。我不觉得呢，15分钟可以讲完，但是可以试一试。你们要再回来呢，还是说我们继续讲？
理。这个理呢，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呢不一定。美国呢，我们会碰那个欧洲人呢会亲在脸颊上，你可以想象吗？那个和尚跑过来亲。你看了那个和尚亲那个尼姑，这太奇怪了。你见过两次，加拿大人会亲两次，看加拿大哪里。这很奇怪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有理的。如果你去欧洲不在脸颊上亲女生，这是不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一个礼，你见到师父做什么 ？Joseph。Joseph 志愿者，跟中午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这是礼。我亲了师父的手。你，你就是做呢合理的。我们说这个尊重传统。以前我们讲 T 是这个排行。这里呢是讲传统，已经很久的传统。This is next page. Leg. 这个是出家人在家人也是一个传统，所以呢就好玩。我们呢多元化多种传统，女士去见那个英国女皇，你要做礼。这是礼。如果我去见英国女皇，也要亲她的手吗？男人是这样子做吗？你去见女王也要亲吗？我不知道，我要问。这个要你看见英国女王之前，你先要知道什么是礼。男人女人他们给你指点，这个是礼。Let go 说，师父，和尚尼姑有戒，所以他们不用亲。在欧洲呢，不要做，不可以不做违反戒律的事情，没有吗？你是，只是你自己个人的想法，还是你作为那个英国女皇来告诉我，我不一样，我觉得你们要跟别人做一样的。如果你是教皇，你要比
女王高，那女王呢要按照你的方法，但是我是低等和尚，我给钱什么都做。对我来说呢是合适的。一，对错，大部分人都卡在这个对错上，所以你要注意，不要冒犯人家的对错，特别是共和党，对他们来说做有些事情呢是错的，会是，这是安全，会伤害到自己。你不要做不对的事。有没有人要讲义？连。这个脸呢，可以。当你脸呢，你就跟常人不同。你的对错，你不会妥协，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妥协对错。你去美国，别人做没有道德的事情，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用钱买下来。这个呢，就是破坏社会。我们应当要连。是我们的道，是我们的道德，而不是为了别人证明。如果你要变得有名，做廉的人，那你也许呢就不是清廉的人。你有一个自我价值，你廉，因为买不了你。我是有价钱的，很难买的，5个亿。我超过那个价位呢，就。就可以腐败。我知道呢，我可以腐败，我廉呢到一定的程度，那么超过那个程度呢，我就有廉，我对自己呢感到羞耻。耻，他们可以讲得好，但是呢，我到我的极限呢，我就会矛盾，所以呢，我耻。你可以犯错，你犯错呢要有耻，不能假装的没发生。不能把头插到沙里面去。在佛教，耻叫做道德，你做错事，你要觉得耻。所以，父母呢要跟孩子讲，
因为呢，没人花时间解释了，所以我们要做，为我们的孩子做，为我们的外甥、外甥女做，为我们的学生做。我们呢，不能强迫他们，但是我们呢，要自己要，要要自己要，我们自己要做。榜样，大乘好老师那里，有名的成功的老师，那个台湾、韩国这个国际有名的老师，赚很多的钱，教学生，大学校，他们不教你们这些。教你们智力上面的东西内容，那你就是非常不开心的一个人，你的灵魂不开心。这就是为什么宣化上人说，他的父母呢，就是做父母的需要教孩子，因为如果你不教，谁教？你只问我们教你吗？不行啊。因此，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如果你们还在这里，应该有孩子的那个，孩子的小孩子的这个课程。教他们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呢是重要的。所以呢，一个星期、2个星期，这个夏季，那个小孩子的这个活动，教他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因为如果我们不教，谁教？这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给正确的这个价值观，那么希望呢，最好把他们转成天主教徒，不是不是佛教徒。你在这里呢，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需要吃亏，保护你的道德来吃亏。我找不到地方可以教你们这个价值观。我去学校，在教堂上课，我学着拜神、祈祷神。但是不论神佛，其实都是讲你，你要做一个正好人。要孝，要尊重，要忠，要信，要礼，有礼。你要知道对错，做正确的事，不要做错事。要廉，需要有力量才可以有廉。给我几个亿，试着我。
看是我看你可不可以，看你可不可以让我腐败，请给钱。是，不是外面，是里面。你做错了，所以你才觉得耻。大部分人会无视，没人知道。你自己知道。你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让你更抑郁。这个抑郁鬼呢，就来让你觉得自己不好，这是你的入口啊。那个抑郁鬼可以来攻击你，让你觉得内疚。因为你想要藏起来，你要假装。你错了，你就要支持，不管你多成功、多有钱，都应当支持。好，你要道歉。我要抱歉，那个韩国公主，所以我很尴尬。好，你支持。吃中饭的时候呢，大家来呢，抓我的手，我在乎我自己的身体，别人碰我的身体，我有这个态度不好。对不起，我叫她公主呢，只是，因为她丈夫会听她的。那个平日呢，就说哎你，因为周末呢，丈夫会来听，都没关系。我要讲的是呢，我没有意识到这些人的善，很抱歉。
我们接不接受？我不知道，我到墨西哥，他们也爱碰。他们只是要，我可以理解他的感受。他们只是要对我好，回墨西哥呢就到处碰。我们接不接受他的道歉，还是不接受？我到越南的道场，住持看到我来碰我的手。抓了半个小时，我想要抽一下，他都不懂，我想要把手抽掉呢，他就抓着我的手一直讲。我就受不了。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个支票要写多少才可以不抓我的手？这个在家人公主，还有没有人？其他人要道歉呢？你不能让他一个人道歉。你要道歉什么？What？他有没有踹你？Lily，有人跟我说呢，这是不正当的。你喜欢碰人家的腿。有没有别人要说的？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抱歉的？我们知道墨西哥人很会碰，他们呢？你要躲呢？他们还是要拥抱你？我们都开心，让我们一起来拥抱。我们站起来 拥抱我边上的人 有没有别人？真的，你们如果不要相互拥抱，我们现今天就结束了。我要跟师父抱歉，在心中怀疑师父，过去一年半我都怀疑师父。我不知道师父的程度，所以我要算计。我在过去怀疑师父，对不起。你真羞耻，你有知耻心。
你要抱前面那个星星，现在大家心情都好，是不是？感觉更好了，不是吗？好，相互拥抱。Daniel 说你佛教徒离我远点，谢谢大家，大家晚安。韩国人，我们这里是很奇怪的。唉。